身为男人，意志当头，手机点餐才够味。学习和工作都只是过程，探索手机里面的优惠才是对生命的终极追求。连爱情都要争权，看电影当然要用手机订票了。我就是我，手机就是我。吼，吃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想吃就知道。吼吼吼 ，Yeah。唱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想唱就唱到。哈，耶耶，我我 ，Come on，1 2 3 go， 穿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想穿就买到。重要的是想看就看到，看啥真的不重要，因为想看就看到。